这里是那个三芝啊，807有基生态纯农夫市集啊，福德水库生态园区，要从这一条路下去，这里有地图，散步地图。风景真的很漂亮，旁边又有一间庙，这个应该车子可以下去，开下去看看，因为它一个景点就是有一个桥在那边。这个路也不大，小小的，开下去看一看。这里有一个岔路。生态花园，还有一个人家的民宿，这边三芝八连溪水车河畔，这个路看起来都好像很小。那里面进去有咖啡厅呢，这就是人家的虹桥花园民宿。水车河畔餐厅这个溪流很清澈这个都是从那个阳明山流下来的水这个人家都是人家的产业道路散步步道现在我们开到那前面那个桥过去看看。这里有一个凉亭桥是从这边过去看的，哇，很漂亮耶待会再照给你们看我车子停到旁边去。非常漂亮第一次看到这个叫做脚白笋脚白笋它是种植在这个这个叫做脚白笋这里有一些人家的盖的房子盖得蛮漂亮的前面的是海海边整个生态区待会再继续录先来录这边风景真的很漂亮我也没有来过这个八连溪啦这么漂亮我们走到桥过去看看太美了你看这个
哦，还可以可以走到下去呢，哦。哦，你看，太美了。你看这个溪流，哦。天下奇景，美如仙境。哦，它这个一个红观亭，哎，它那边吊桥，我们走过去看一看。哇，这边你可以下去，那边可能人家会可以会在这边钓鱼哦。嗯。哦，它上面都是步道呢，哎。还有时间的话，哈，他可以开下来，他从这边走过去。哦，公需啊，附于公告。哦，这一条就叫什么桥？没有标明。哦，这个环境真的很漂亮，嗯。哇，这个是人家的私家花园哦。哦，今天又找到一个新景点，很棒。嗯，站在桥上拍摄更棒，这么棒。哦，那个层层的，然后。一层一层的那个溪流，太美了，哦，它那个，哦，那个观音山、大屯山上面都，你有没有看到，都是白色的呢？那个昨天晚上下雪，哎，拉近一点给你们看。哦，看山上都下雪呢，都雪白了一片呢，哦，很清楚哦。哦，今天的真的好冷，今天没有下雨哦，昨天那下雨。哦，还有水车啦，水车就是这个。这可能是花店的水车吧。哦，好棒哦！来这个地方景点又免费啊，又有欣赏这么漂亮的水车。哦，真的是水哦，风景优美，好地方。哦，好棒。写什么？哦，观光健康生态啦，哎，它字那写横的，哎，两个字两个字的，哦，怎么有这么好的地方？我都不知道，哎。上面是道路，哎，稍微，哇，这么漂亮的景点，哎，来看一下导览图。哦，水车美景，哈。哦，太美了！哦，你看，哦，角度都非常的美。哦，
但是要拍溪流哦，或是要拍桥面，都很漂亮哦，你看非常漂亮哦，啊，波涛汹涌的溪流，哎，太美了，多拍一下。太小了啊，哦，是绕回去。你这个线毛的过来。很小，要会车是很麻烦，开出去还找下个景点。哦，那边好漂亮的瀑布，这么漂亮。这边环境真的很好，很舒适，这里是那个吉人名人，吉人名人文物馆，前面这边有公园。这边都有停车位，哦，来这边停车免费，哎，还没跟你介绍这个是什么地方，哦，啊，名人居，哎，文物馆，哎，哦，三芝游客中心及名人文物馆，哦，平面地图，哦。好，我们现在啊，这里有些种一些花花草草的。前面就是三芝的海平面，哎，哦，这个进去哈，可能又要。对啊，有啊，有下雪，我有看到啊。对啊，对啊。就表示说雪下很大。对对，昨天那个有下雨，那个大屯山都有下雨。对呀，啊，哇。很漂亮，对，哎。有下雨，对，哎呀，对对对，我他跑特地跑过来跟我说，那个山上都下雪，下得好漂亮，哎，有这么好的哦景观，这么漂亮的地方，啊，哦。
啊，一般的游客哦，都大部分都直接北海岸哦，就一直开哦，都没有哦是往那个山上这边哦开进来哦，啊，这边有那个哦它的位置，哎，能够看到的地方，哎，嗯，哦，台湾海域，哎，台湾海峡，哎，那个都有，很漂亮，哎，我们先周围哈，哦，啊，景观先跟他了解一下，哎，外面看一看，哎。一些网友都说啊，这个拍摄哈，哦，摇晃太大，啊，没办法，我们这样子哈，哦，要走路哦，啊，拿个手机哦，啊，走到哪拍到哪，哎，啊，所以说比较会摇晃一点。啊，如果特定的景点哈，哦，我都会稍微停下来，啊，哦，看清楚，因为在走路的话，他们都会晃动，啊，哦，拿手机，哦，我们先把这个大标题哦，把它照起来给大家欣赏，啊，哦。三芝游客中心哈，吉民人文物馆，哎，好，我们要从这边哦上去。来这边哦，环境那么优美哦，又停车免费哦，啊，如果要到生态区，你要停在这边哦，啊，走路下去。那个叫做福德水库，哎，哦，的生态园区，或是骑脚踏车，那个最好是骑脚踏车，因为那个路太小。好，哦啊，我们现在哈，哦，进去导览，进去看，哎，欣赏哈，哦，美丽的文物。停车方面啊，哦，也很舒适。哎，前面那个有一些景观，你来先看一下它这边的景观。哦，哇，这个工业也做得很漂亮，这个小巷子绝佳的好地方。哦，有太阳花。哇，这边哦哦，休闲的好地方哦。景观设计都很漂亮哦。哦，生态水池啊哈，游客瞭望平台。看一下他们的水池，哦，我们进来，太阳花，照很漂亮。哦，这里有个，哦，那个是那个胖扑啊，就是这一只，哎。哦，它那个地方哦。是新建筑了，走到对面去哦。以前我们都是
开车直接开到对面去。这里个水池就在这边。这里一个桥，独木桥，走过来，这里是哪里呢？就是那个，我们李登辉总统的，故乡啊，三只，三只龙穴，这个是之后才新建的，这个。很不错的景观，这些生态，青蛙啦，参甲啊，水鸡，那个车子也可以直接绕过来。这里有卖一些那个一些美食的，这个是古厝，来这边都变成那个龙穴的古厝原新街了原新居了，以前的三合院都是这样子，这里都让人家来这边观光，来看一些生态。原新居，原新居。这里些都种一些农作物，对新的产品，这个还很旧的房子，还是有在。这里是怎么会有这个？
先把这个外围哈、哦，先把它罩起来，风景来先看啊、哦，待会看里面的纹路啊、哦、是什么样的展览。大草原在这边，也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要从大门进去，哦，他那个电视墙有可以介绍这边的风景，哦，很漂亮，这个场面的壁画，对啊，很立体啊，3D 立体的。哦，这样子。啊，这是要从右边来左边继续看。哦，那算是咖啡厅了。这里有地下室，先看一下，这个很立体，这个很立体。今天太冷了哈、哦，那个游客也比较少了。把它关起来。有的不能拍的，嗯，哦，好漂亮。哦，三只，好玩的景点。哦，这个花很漂亮。这边比较热闹，这里好久没来过了。漂亮，好漂亮的景观，你看，这么漂亮，这么漂亮，这么漂亮。哦，这么漂亮。Thank you.
这里都是以前的照片。嗯，这就是他们的古厝哈，刚才我们有去到这个地方哈，叫做圆心居哈，那以前就是住在这里，哦，很漂亮。嗯，这说这样怎么算？住这里？是啊。我们一个人就走来走去，就那个南门。像做一做才不会冷啊，就是要动啊，就是要动啊。哦啊，这个好漂亮，嗯，荷花呢，嗯。好漂亮哦。天空之旅。从右边开始走，哦，梯田与生态，嗯，哦，梯田就是这样子哈，一层一层的。哦，水车啊，刚才看到的水车，里面有那个啊，以前那个下雨天就叫当雨衣，哎。哦，好漂亮。这里是什么？哦，海景啊，哎，海景生态，哎，
三支万花筒，这万花筒就是能走进来。哦，还有电视墙。这里太阳花，还有六枝七叶，你看这个，这可能是贴壁纸，也很漂亮。下面是荷花。每次来就是每次来才买，上礼拜也来，上礼拜也买，一间，今天呢，看到他这，现在包的，上回看到现在包没翕，今天现在包，哇，那包要完了，你看看，中午了啦，现在特别早点嘛，对吧？这妈妈的包，卡手还很流利，你看看，怎么包完你啊？你看，你包大粒的啦，你包小粒的。你看嘛，人家吼，都有他们的做法。咱家己要包，袂晓包，不如来共买现煮的较实在。咱来看，实地教学。你看，三两下，你看，就 OK 了。啊，那这比较贵呀。你看，那个包好的都他都会放在这边，让它凉，凉，国家肉粽，我每次来都每次买，对面就是白沙湾，生意很好每天包一包都那个货都全部都会卖完，很棒实地看人家这样子包，我买也买得安心，吃得安心。